好，你们等一下，我们呢以达人这一个为我们丈量的地方哈。那因为这个丈量是有一点点限制哈，因为我们这个不像那个工地时候拆掉了，好，这边已经有现成的，所以呢你们就量现况，对吗？量现况我们的平面图，好，那你们的现况图你们在量的时候哈，理论上呢是两个人，一个人拉一个人进哈，这边呢零，那这边拉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人呢，量多少尺寸以后呢，你要报出来，报出来以后呢，啊，假设这个叫 A， 这个叫 B， 这个报你的尺寸以后呢 ，A 呢要附送一下 ，OK， 附送一下啊，这样代表说呢，你们两个人呢都听清楚了，好，啊，画出来的尺寸呢就比较不会有错。那因为我们三个嘛，所以三个的话哦，这个 C 他就负责画图，可以吗？由 C 来负责画图。对了哈，所以现在变成 C 要附送，好，看谁呢去量哈。你们角色这 A 跟 B 哈，你们可以稍微对调一下，好，自己呢，比如说我量这边啊，另外量那边的时候呢，就由另外一个人拉，好，大家都有机会轮流啦，啊，轮流坐庄哈。那这个 C 呢，也可以轮流，好，那如果你们要派一个人专门的，也可以从头到尾就他，对吧？好，那附送一下，量的时候哈。从我们等一下从那个大门口，从那边开始量，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，但是呢，你量的时候呢是一个闭合状态。好，如果你是这样来量，到这边你就要回到原点；如果你是这样量也没关系。OK， 好，外面大部分有些会跟你讲说是顺时针，但是有一些状况之下呢，你从逆时针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那这个量你也不一定要从这个大门口了。好，你可以抓一个点，固定的点就可以了。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整个的控制点有那个大门口会比较容易一点哈。那再来跟你们提醒一下哈，我们的达人呢，他不是刚刚好垂直的墙面，这一个墙面跟这个巷子，他不是刚刚好呢直角的墙面，有一点点斜度。所以你们中间这个走道量过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尺寸跟这个尺寸呢，会有一点点小小误差，对吧？因为如果你是刚好直角的话呢，这两个长度是应该要一样。可是这个如果是斜边的话，这个长度那一边墙面的长度应该会比较长一点。好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再控制点哈，从这边到这边这两个呢，你要作为你以后在 check 的时候那个控制点，控制的长度，利用这个墙面跟这个墙面。那因为另外那一间有人在上课。办公室也不要进去，厕所呢我们也不进去啦。好，那外面那个垃圾间哈，就是我们杂物间那间也不用过去，就直接到那个墙面就好。好，把那个安全门呢位置呢留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教室量进来，中教室呢我们就暂时先不要。好，如果你们还有时间，就再把大教室再把它画出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在画的时候，请你们呢先画一个手稿。好，现在大家都有纸张吗？好像还少了那个组长没有白纸哈，没关系哈。你呢自己呢稍微给他量一下，你那个空间呢应该是这样。好，这边一个门进来哈。这个办公室呢不要进去，宗教室。这个走道呢也不用进去，好，然后到了这边，再过去，再过来一点，这边，到这边，好，那大教室呢先留下来哈，应该是这样，大门口我们从这边进来以后，从这边，这边就是我们的行政区嘛，行政区这个大门在这边，铁门哈，那个什么，玻璃门哈，在那边哈。然后在这边走到进来，这个是我们的休息区，沙发进来，好，这个厕所就跳过去，到这边我们的休息区，这边这一个安全门这边就不用管它，这一边进来的这一个也不要管它，好，然后这个走到进去的这个宗教室呢也不要管它，我们就先坐到这边，好，啊，这边要进来，好，
边，我们进来呢是一个大柱子，就在这边有一个大柱子，这墙面应该是这样，对吧？好，那这边再量出来，再出来，这边再过来 ，OK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一间大教室，这边呢有一个行政区，啊，这边呢有一个呢那个休息区 ，OK， 休息区哈，啊这边的大教室。啊，这边呢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茶水间。好，啊，这边两个就先不要画，可以吗？先把这个草图稍微画一下，然后呢，你再来标这个尺寸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洞要不要标？这个洞要不要标？当然要标，当然要标哈。所以这个是不是在这边？是吧？大教室的这边吧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你要标一个大 H， 一个小 H， 或者说你要写中文也可以哈。窗台的高度跟什么？窗的高度，窗高，对吗？台高跟窗高哈，两个高度。那另外那个接待区这边也有窗户，这边也有窗户。进去所谓教室这边也有一个门，啊，这个门呢你们就留下来就好，啊，留下来就好。再来还有哪个地方？啊，这个进去厕所的这个门也是一样，留下来就好。啊，留下来就好。还有哪里？行政办公室啦，哈，然后再来中教室、大教室，没啦，好，没啦，哈。窗户原则上好像只有这边而已嘛。在这边，啊，这边还有个大门，哈。我们大门是往那边，啊，往这边的。这门要啊，这个门也要哈。对面的对面这边也有个铁门，对哈。还有呢？没有了哈。我们先把那个空间画清楚。嗯。那你们做什么工作？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现在吗？嗯。学生。真假的？你们两个都是学生哦。没有啊，我在大人上班。在哪里？员工啊！你在这里上班哦？对啊。啊，你上课不是不用钱，还是要？这是唯一，这是福利的。嗯。我先把总照画出来，就是，譬如这样一张纸啊，你这样看空间啊，这空间是不是这样子？这边。一块，这边一块，两个主轴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教室，你这里就必须要留一点空间做教室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一条画出来，这一条先拉出来，就是先，我画的不是很直啊，我们先拉一条主轴出来，对，然后我们知道大门在这边吗？我刚刚说我们从这里开始画嘛。然后长进来，这里有一个角，对这个门框，这个门框呢应该是十二的，我这样它也有一点，再加差不多，我不止嘞，大概13、14左右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框比较大。所以都先把大概图画好之后，尺寸再自己标进去就好。在标的时候才会清楚。